还是外面空气好。先生，我们去食堂优巴巴吧。你不是刚跟张芝想拍胸脯，说要帮他找血衣吗？既然阿福兄弟愿意帮忙，寻获血衣必定指日可待。马捕头也不必安排衙役们去找了。 是，我这不是想找个理由出来转转吗？在衙门里干等了一上午，那罗世文还没醒，可把我们闷坏了。那待会儿知县问起来，你打算怎么交差？这不还有先生吗？我可没答应帮忙。唉，瞬间没有心情找好吃的了。 Thank you.
沈先生，我好像听到屋内有人叫，这是，啊，又，又有人死了，难道罗世文又？军爷，不忙下结论，先容我们调查一下尸体。
先生，屋子已经搜索的差不多了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吕先生是七个时辰前遇害的，命案发生的时间差不多在子夜，也就是我到罗佩家后不久，你我很可能是最后见到他的人。阿福，昨天晚上你在镇上可曾注意到什么异常？咱俩分开后，我就去找船长介绍的那位阿大哥了，然后在铁匠铺看他打了一晚上铁，终于把需要的零件做好了。跟命案有关的事还真是没注意到。那也正常。先生，咱们去问问镇上的人吧，说不定有目击证人呢。虽然可以一试，但案件发生在深夜，有目击证人可能性很低，白天说不定更有希望成为突破口。啊？白天？案件不是发生在晚上吗？这么做的理由是那盒包子告诉我的。包子啊？包子是盒出现在屋内，与现场的某条线索存在明显的矛盾。难道是脚印？没错，有人将包子拿到了屋内，却没有留下任何脚印，这显然是不正常的。你是说有人清理了现场的脚印？可能是送包子的人，也可能在他之后还有其他人出入过。无论是谁，此人必定与案件有重大关联。确实啊，否则他没有必要清理现场的脚印。被清理掉的不只是脚印，屋内虽没发现打斗的痕迹，但死者身上是有抵抗伤的，那些痕迹说不定也被清理了。凶器很可能也是被他带走的。没错。先生，我们快去找这个人吧。可以先去卖包子的那个高市小吃看看，顺道再买点好吃的。吃倒是次要的了，我想搞清楚吕先生昨晚经历了什么，他为什么会哭得那么伤心，又是怎么变成了今早这样。吴大娘，这便是案发现场了。这屋里可真热呀。又是你们，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当然是在调查现场了。大胆！断案缉凶是衙门的职责，沈先生管得未免太宽了。柜子中的尸体是我和阿福发现的，我自然是不会袖手旁观。想袖手旁观也不行啊，谁知道马捕头会不会又把先生当成凶手？哼！若你们真的清清白白，本捕岂能冤枉你们？闲话少说，赶紧出去，本捕和吴大娘要调查现场了。Thank you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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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们呢？知县大人让去衙门一趟。发生什么了？有人来敲了堂鼓，说是见到了凶手。哇，真的吗？报案人是谁呀？俺不知道，俺只负责喊人。既然这样，一起去看看情况。